在家上班的一天，看看我家领导。天气还不错。专门来打卡这家马来菜。乐沙米线、肉骨茶，还有海南鸡饭。而且是油饭，我超爱。学校搞厨神大赛，领导变身厨神，给我点餐。领导果然不听指挥。上菜咯。天啊，我的崽好乖啊，小朋友们都好沉静。之前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一个，今天再来玩一下。不能有啲乜嘢呢？只有你有，我冇嘅。你啲在的叫人。带娃这几年，我发现育儿跟职场一样，儿子就像领导，永远都要主动跟他交流，意见不同的时候，不要急着全盘否定，要先认同再引出自己的想法。大家还有什么职场和育儿的秘诀？一起讨论一下。